阿提斯的十一代，咱这只今仔要更改配置哦，改做双出哦，真双出。哇、哦，伊这个位置，这个路会着，这实在真悬嘞。哦，咱即马就是要将伊尾翼管哦，迄架迄甲拆掉，哦啊拆掉了，迄保杆就是要甲挂开，哦就是要上这些材料。哦，这是雷利哦，雷利呢半成品，就是汤啊啊加一挂弯杠啊，然后接头哦，等下像安尼哦，咱这已经拆好啊，哦就是这个配件，哦啊咱等下要做烧焊组装，哦啊等下就是要进行的，就是像这个。保杆吼，咱先甲挂开，啊，因为你要改排气管之前吼，就是这个保杆伊的位置吼，你爱距离爱先抓出来，啊，抓出来了之后，我都开始来制作排气管吼，这就是大概程序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咱先甲修空的部分吼，先甲完成。这就是运用原底的拖车钩，还有两支17号的螺丝，好在做右边啊，右边这边的支架，啊左边啊驾驶边啊这边的支架。啊，这个是这种半成品了、啊，半成品那就是，因为那个是开孔的嘛，另外开孔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位置用合的是最准确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是用半成品。好，来做烧焊组装。